因为复制压真厚，然后压的两边上往肉里面压，你走路的时候向下压。我这人这怎么得的这飞机的？受伤。传染。对，还是传染。我是那个，我以前不是有客房是吗？就是没事就上底下那个洗完桑拿，我们不有修脚师傅，我修脚都是免费的，修脚师傅全是江苏的，他那个刀根本没消毒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用的呗。因为我们底下没有消毒那个东西，我知道有没有什么那个消毒箱啊，没有，他根本他也不消毒，就这样操了。他不像你们这都是一次性的，或者自己专用的刀，谁也不传染谁。那个他那个刀子循环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着我说你紧张的还是咋的？灰指甲就是越长越厚，嗯，越来越高，你能看见我这手机你害怕是吧？不错，you